大家好，今天来我这个李三兄弟家，帮他截木柴啊，锯锯木柴，在这个江边捡那种水桐木，那些做木头啥的，然后都给他锯成短轱辘，然后当木柴烧啊，烧火用。咱们现在看看，因为这个是用轮锯接的，用那种四轮车，就拖拉机带着那种轮锯片接的，一个人俩人干不了，找了一帮哥们儿帮忙干活的了啊。那边那一堆接完了，开始换地方了，挪挪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马上接完了，还剩没两根木头了。这是结了一共四堆柴火，咱得有十几个绊子吧，十几个绊子，咱们一个绊子码成垛是4米长1米高是一个绊子，这得有10好几个绊子，有一会儿我李三兄弟在家也备了一桌饭菜，然后也现在也中午了，下午了，现在已经下午了，然后干完活就开始吃饭了。完事了，最后一根儿，小蜜啊，车子提出去啊。可不可以提出去啊？你灭了一会儿。没了吗？进屋喽。那都老大粗家伙。哎，这鞋上全是血。什么来？我大嫂，大厨，我正一大嫂，大厨。回去我再粉点儿，完事了。我得把我的粉一整，我得粉。省事儿了。你不是你那个玩意儿炸那个什么炸去了？怎么爆米饭快吗？报菜名啊！凑个七分。哎呀，李哥！凑个名，先给你报菜名。大哥，过来，咋的了？过来，胃不行。胃不行。我干人家行呗。我发现张世军再跟大哥混两年，我估计酒量跟大哥有不拼。本来大哥也够了吗？太大块了。坐下就好了。喝啥？饮料啊？那是蓝莓酒啊？啊，枸杞蓝莓酒啊，应该是啊，枸杞蓝莓酒。你还吃啊？蓝莓白酒。腌的，这桌丰盛的午餐。有，峰哥。开整。没有，我这有啥？